各位同学，我向大家拜个晚年，兔年行大运。因为小弟当总顾问，我觉得我们同学干部都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利用这个春酒的期间，敬大家吃个饭，小喝一下啊，谢谢大家来捧场了啊，感恩了啊。好，我敬大家，你们随意，我干杯，干杯啊！都你说陪你了。包学长，你中性，包学长，如果表现不好，帮你怪我，因为我的教育班要住的是有穷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买起啊！陈总，你说在哪是中间小的人？朱家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再进来听，再进来听啊！赞助南区一万块。对对对对。包个一万块红包的，我赞助南区的同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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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们都缺哪边，都会找，都缺哪，感觉就不一样。黄成国啊，陈东元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个学习化，我都觉得。周文来，要来，要跟各位来讲一下。哎，毛线，周文有点那个小。人家都问我有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谢谢总顾问，陈氏同学邀请南部同学到台南这个海鲜早餐厅聚餐。祝我们大家兔年行大运，谢谢。感谢陈志总顾问叔叔的招待，让我们今天大家吃得开心，喝得开心，全家大小都开心。那我们今天也祝福大家福兔迎春，发大财，赞！恭喜国小，赞赞！同学好，我是会长刘小平，给大家同学拜个晚年。我今天在台南。谈了我们第九届的总顾问陈志同学，宴请第九届干部辛劳，谢谢陈志同学，欢迎大家来台南拜访，找他一聚。我们2月11号南区同学聚会，欢迎全省的同学共襄盛举，谢谢。我家谢谢。欢迎各位同学来我们海鲜岛用餐，爱大家哦！
大家好，陆军官校城市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海鲜岛的岛主，城市是我很好的大哥，他有大哥的风范，啊，今天很高兴你们来到海鲜岛，希望你们下次有机会来到海鲜岛，让岛主为你们继续服务，谢谢大家。朱小天会长。